在庄严梵刹的烘托下，佛陀法具传遍世界五大洲，为举世燃起明灯，引导众生心灵皈依处。为感念佛陀创教之慈悯，并祈愿世界祥和，灾难平息，生命电视台台长海涛法师积极投身于利乐众生的慈悲善行，时时奔走于海内外的国家与地区，并于近期率领诸位法师居士跨海走访了位于东北亚的韩国，展开为期14天的佛教古迹巡历，行程中参访许多历史悠久的寺院，并举行慈悲施食法会及佛法开示，以遍洒法语滋养一切有情众生，并回向世间平安吉祥。韩国自古以来即受到佛教深远影响，西元四世纪佛教从中国传入朝鲜半岛后，即在这块土地生根发展，千百年来民众对佛法僧三宝的尊崇历久不衰，相传至今境内遍布许多处历史悠久的佛教圣地、寺庙与古迹。每年吸引无数的朝圣者从韩国各地乃至海外远赴名山古刹，虔诚礼敬前来，领受佛陀智慧的加持，并以此清净自己的身心。韩国首善之都首尔市为朝鲜半岛最大的城市，境内新旧建筑交错，而在满布现代化建筑群中，却隐身数座历史的沉积与古寺。一行人首站即来到坐落于首尔市江南区，也是市内规模最大的一座著名的古刹奉恩寺。奉恩寺隐身于繁忙的都市之中，古寺简约而不失庄严，茂密的针叶林洋溢盎然的生机，呈现北国佛教国度的壮盛风貌，置身其中令人平静祥和，仿如一片清净佛土，纵使当日飘着绵绵细雨，也不减众人内心的发喜，祈愿有更多众生来到这修法，同入弥陀大愿海。进入奉恩寺宽敞的庭院中，迎面的山门上浮悬着三个巨幅汉字的牌匾真如门，真如意味着万有皆具清净自性，其本体为真理，迈进真如门也意味着踏上了寻求佛法真理之路。奉恩寺建于西元794年新罗元圣王时期，已拥有1200多年的历史，历来
致力于在韩国这块大地上传承佛陀的教义。寺内藏有秋史金正喜所撰写的《华严经》《金刚经》等13种3479个珍贵的法经经版而闻名于世。此外，奉恩寺还保存多种有形文化遗产，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韩国的古寺保存古迹文物更是不遗余力。位于真如门的右侧，则排列着大大小小的浮图及佛塔、塔碑或功德碑。佛塔内则是供奉着历来住席奉恩寺以及修行高僧之舍利。塔碑上另外还记载着这些高僧的行迹，而在史迹碑与功德碑上则刻载奉恩寺的历史，隐隐在空气中散发出与时俱进的义德馨香，令人从心中油然升起敬仰。一行人步行到了地藏殿，众人先向地藏菩萨圣像参拜。慈悲圆润的地藏菩萨圣像安详地伫立在佛殿中央，左手持宝珠，右手结甘露印，安忍不动，犹如大地，静虑生命，犹如密藏，慈心救济恶鬼道众生，尤其地狱未空，誓不成佛，众生度尽，方证菩提的宏愿，千古以来更是备受世人敬仰。置身于庄严静谧的佛殿，当下令大众的心沉淀下来。随后在慈悲的海涛法师带领下，恭诵经咒，修持施食仪轨，让慈悲的法音回荡在千年古寺的圣殿中。在阵阵清脆的庄严梵声中，海涛法师也随即为众人开示效法地藏菩萨的修行法要。那我们这几天到这寺庙停步了吗？就像现在为现世病苦的念下消灾祈福，为所有三恶道往生者能够不断的回向给他们，也保持在一个对三宝的虔诚，保持在一个对六道有情的感恩跟悲心。那我想那到每一个寺庙都会得到每一个寺庙的佛菩萨的加持。刚才我看资料，这个奉恩寺已经是1200年的历史，那里面有刻的，那是有学习写的《华严经》《金刚经》各种的大乘的经典，造了很好的佛塔。所以呢，那每一尊佛像都会到的时候，然后我们虔诚的礼拜供养啊。那第二个呢，也把我们累劫啊现世所修的功和功德功，这个融入在这个佛像圣像里面，当然我们也得到这个佛像的功德的加持。但是呢，以我为个人为代表，想的是地狱道、恶鬼道这些六道有情都得到了这些诸佛圣像的加持。特别地藏王菩萨在地藏的愿经，只要有地藏菩萨形象的地方只要虔诚合掌来这皈依称念地藏王菩萨名号，那就可以得到地藏王菩萨的本愿功德。所以我想每一个活菩萨用他的形象度众生，用他的名号度众生，用他的经典度众生，乃至用他不可思议的神通加持力咒语度众生。那包括这些阎王十恒阎王每一个圣像实际上都有他的本愿。所以我们在合掌还是称念礼拜供养的时候，也观想要佛菩萨光啊加持我们。当然各位如果身上有带着佛教的圣像或者加持，当然你要观想
佛的啊圆满的身口意的功德融入在你的身上，跟你身上所带的这些叫圣相里面啊，然后呢，不是我们自己要独吞呢，我们要得到这些功德，走到哪里，你所看到的人事物地方，都把这个佛的功德产生在那里啊，所以所有的功德是透过我们的悲心，万法为心造。韩国佛像的造型不同于其他处，细而弯的眉毛，圆圆的脸型，内敛而沉静，具有其地方的特色。尤其是寺中著名的四大天王佛像极具代表性。奉恩寺的四大天王不同于一般的凶猛威武形象，却是威严庄重，温和从容，面带微笑的守护神，列入首尔寺的有形文化财。所以在韩国一直以来是一个很虔诚的大乘的佛教的国家。那刚刚各位看到这个脸，每一个佛的脸都变成韩国脸了啊，所以这就是佛教已经入本土化了啊。但是这样就代表入人民的心。那所以呢，我们到这边，那各位可以尽量学习他们的优点。像刚刚我们看到这个花，那前面这个菊花有叶子都很整齐，他们就去买，写上名字，供在佛前，供在塔前啊，或者他们请这个灯啊供在佛前，大殿里面没有别香，要保持干干净净。那为什么有网子？有鸟会飞进来啊，因为冬天的地方阴冷，外面鸟就想要飞进来啊，所以他们大概就是老百姓都很相信，所以满满满满的这些祈福啊、超度啊，然后门口都有卖米跟花啊，将来第二次我们就知道了，我看到米就可以买一包了啊。那这个米拿来上供，也可以拿来下施啊，然后呢也可以跟人家结缘啊，所以每个地方都来学习。每一尊佛及其名号，都象征我们凡夫最完美的那一面。当我们向佛陀虔诚礼拜时，就是代表我们降服自己的傲慢、欲望与无明，透过礼拜来降服我们的烦恼心，进而使我们的佛性显现。来到了大雄殿，供奉三如来神像，正中央供奉着佛陀，左右两边则分别为阿弥陀佛及药师佛。许多的信众纷纷在佛前双手合十，屈膝跪拜，以表示对佛陀的敬意。而在佛殿的天花板悬挂着无数红色的莲花灯，形成 U 字形壮观的灯盒，以供养如来及诸佛菩萨，祈求保佑身体健康平安，家庭和睦等，极为美丽壮观。而在佛殿的前方有一座石塔，许多访客会在石塔前上香许愿，或顺时针绕着石塔虔诚走三圈，来祈求平安。另外，与大雄殿相向而立的是法王楼，是奉恩寺内举凡举行礼佛、大法会以及祈祷修行等，都在此场所。法王楼内供着盏盏的烛光，闪闪的火焰，仿佛诸佛菩萨的慈悲，闪耀着耀眼的光芒，照破三途之幽暗，引导人心向善，显入诸佛法智。奉恩寺有一尊著名的镇寺之宝，而且是韩国最大的弥勒大佛，高达23公尺，始建于1986年，前后历经了10年才完成。大佛矗立在一大片
大理石广场，前方一对石狮威猛地守护着，时常会有很多虔诚的信徒来到这里参拜及静坐。除此之外，也会举办许多文化活动，俨然已经成为奉恩寺的象征及首尔市著名的地标之一。那我想第一站我们就到寺庙来，特别有历史有价值的寺庙里面，对我们有很大的加持力。然后呢，当然各位也会想，人有轮回，这次你会来，搞不好你做过韩国人，对不对啊？搞不好你的牌位在这边，1200年了。然后呢，如果你要知道怎么知道寡妇如果你没有寡妇跟战神啊，中国人的特色，走到那边韩国的照片跑出来看，你们在干嘛？寡妇，我教你看。那我认为，当然这也是一个让你觉得佛菩萨存在啊，那是对我们慈悲的一个方法之一吧啊。庄严的海水观音像，静谧地站立在片洒九品莲花盛开的池塘上，前方搭起一座桥，象征接引无数有缘众生前往阿弥陀佛西方极乐世界的净土中，并且欢迎参访团造访清净的韩国佛土，为第一天的行程画下美好的句点。在海涛法师慈悲的带领下，大众有幸能够朝礼古代高丽所遗留千年古刹，瞻仰斑驳的遗迹，沉浸佛法芬芳，并引领朝圣者追溯维续永恒的虔诚与不变的信仰。也感恩历来许多身披袈裟宣扬佛陀正法甘于淡泊修道的僧众们，效法诸佛菩萨的行径，千百年来以慈悲为行持，忍辱为力量，遍洒一切慈爱，护持古寺，续佛慧命，吸引来自各地的信众慕名来到名山朝礼一睹圣境。他们为的不只是祈求瞥见诸佛菩萨的圣容，也是在为唤醒心灵中的那片净土而踏上旅途，让身心徜徉其中。温暖的阳光照射在绿意盎然的土地上，滋养着万物蓬勃生长。坐落于台南市归仁区，隶属于海涛法师慈悲置业中华护生协会的八戒护生园区，从高空俯瞰其四周的环境，映入眼帘尽是绿油油的田地以及枝叶繁茂的林木群。八戒护生园即位于青山绿水之间的广大平原，风景秀丽，五色风马旗随风飘扬，让依靠在竹林旁的八戒护生园区更显其生机勃勃。占地1400多坪的园区中，收养了包括104只的狗，以及171头猪。简单地将园区分隔为两个区域，从门口望去，右边是猪只们的活动空间，左边则是狗儿们的生活天地。两者虽属不同物种，
却能安逸地生活在一起，如一座安乐的大家园。稍稍接近围栏，狗儿便奋力摇尾，伴随着此起彼落的叫声，热情的招呼从未间断，展现出活泼的天性。有些狗儿或许是因为未曾谋面，显得有些退却，羞涩地蜷缩在角落，然而更多的是眼睛透露出渴望关爱的眼神，使人发起怜悯之心。在园区工作人员们细心的照顾及呵护之下，多数收养的狗儿渐渐恢复丰硕亮丽的体毛以及健康的躯体，并恢复与人亲近。当伸手轻轻抚摸它们，便能得到狗狗们热情的舔手回应。而在另一边，猪圈通风的设计为猪只们挡住酷热的阳光，驱走不少暑气。猪只发出的声响也不分轩轾，有的悠闲地躺卧在角落休息或睡觉，享受着午后的微风；有的则好奇地张大眼睛望向栏外，看见来人便摇着尾巴，并举起短短的鼻子，似乎与人亲近地打招呼，令人深深感受到，不论是猪狗，虽然属于动物，却也能流露出与人浓厚的情感交流及灵性智慧节。为了提供八戒护生园区动物们安稳的生活环境，除了感谢海涛法师慈悲的大爱外，也要感谢工作人员们秉持着佛陀的教法，用爱心来灌溉这片大家园。为了让此殊胜的慈悲善行生生不息，以及所有动物们皆能于此安享晚年，并且永续经营八戒护生园这片动物们的清净乐土，中华护生协会广邀您一同加入护持的行列，让无数刀口余生及遭受遗弃伤害的动物们皆能在八戒护生园区里获得重生，实践佛陀爱护一切生命的慈悲本怀，更成就救护生命的伟大功德。护持话拨账号42138483，42138483，户名中华护生协会。大家好，我是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防疫医师苏伟如。武汉肺炎非常时期，降低集会频率及保持适当距离有助防疫，避免参加人数多、近距离、长时间的大型活动，可以预防被传染的风险。如果参加活动，提醒您：一、尽量与他人保持1公尺距离；二、随时保持手部卫生；三、选择以空气流通的场地为主。活动主办方需随时关注中央疫情资讯，因应活动办理，并提供完善防疫计划，例如场地设施消毒、掌握人员健康状况、备妥防疫用品等等，为民众的健康把关。最后提醒，本身具有慢性病或身体不适者，都应避免参加集会活动，降低被感染的机会。四，能令亲去恶为善，奉持五戒，执三自归，朝奉而暮终者，恩重于亲如虎之养，无量之惠。若不能以三尊之志化其亲者，虽为孝养，犹为不孝。
在家及出家者，皆以孝行而为起先。从地积珍宝，上至二十八天，悉以悉人，不如供养父母。护身功德殊胜行，无边胜福皆回向，普愿沉溺诸众生，速往无量光佛刹，十方三世一切佛，一切菩萨摩诃萨，摩诃般若波罗蜜。接下来请收看海涛法师般若讲座。